好的春日午后，师大校园吹起浓浓的艺术气息。原来是艺术学院学生举办创意市集和人像速写活动，邀请师生一起逛市集晒太阳。位于言论广场的创意市集贩售美术系和设计系学生的原创商品，吸引许多同学的目光。很多种可以选，用细的毛笔，然后开始勾这个线条，然后勾完线条才开始打颜色。没事，然后画出这个东西，然后觉得很可爱，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。我觉得这女生装一些小东西还蛮方便，就是化妆包什么的，里面都会有车内，然后对，就是每一个内都不太一样，就是比如说红色，就是它每个颜色都只有三个，然后内也是一样，但是不同颜色就是不同内。他们是不同职业的小朋友。摊位堂的色票服装秀，只要穿着当天的指定色系衣服拍照打卡，就能获得精美明信片组。乐智楼广场前还有人像速写和版画传情，让同学体验艺术创作的趣味。地方，啊，所以像这个背景这样刻掉的部分就不会有，那像有留下来一点点这个背景刻痕啊，也会印得出来。哦，就是等下你们要做步骤，第一个先打稿。校园记者叶佩轩、张一倩采访报道。